近日，31岁的网红赛车手张雷在参加比赛时不幸去世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张雷参加400米直线加速赛，比赛途中汽车突然冲出了赛道，随后大家将张雷从车内救出后，他本人似乎没有佩戴安全头盔。有人透露，张雷的车速高达280码，属于车速过快。有网友发现，张雷平时酷爱改装车，此次比赛驾驶的也是改装车，对此也遭到了网友的质疑。19日，张雷的好友回应此事，他表示当时张雷按照比赛要求没有做大改动，为了保护安全，张雷也佩戴了头盔与安全带，大家为了救他把头盔摘了下来。好友还替张雷抱怨比赛场地不够正规，没有防护墙，明显不符合要求，主办方也没有配备医护人员。事故发生之后等待了20分钟，救护车才到，最终导致张雷离开人世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不是主办方有问题，反而觉得是张雷比赛前没有查看场地防护，所以才会出事。据了解，张雷是位亿万富豪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本可以衣食无忧，可惜的是却发生这种事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